天赐党能吃点热乎的吧，整点疙瘩汤吃。喝点喝的多好。嗯。那咱家那包面粉。那干啥？大叶菠菜。嗯。红的。好，洗洗，多洗两遍。鸡蛋饺子粉，饺子粉这面做疙瘩汤，超好吃的，光溜的。这来回蒸不整，全小疙瘩。拌成这样就行了。你别切了，不切手了，跟我没事，我想找你。打两个鸡蛋，锅里倒点油，葱花，柿子，生抽，热水，盐，鸡精。胡椒粉，泡面疙瘩，菠菜，好的，出锅。流光了，包面疙瘩汤，好喝，饺子，这饺子粉成适合做疙瘩汤了，粘的够靠喝的，流光，真好啊，气氛，一碗就没了，一碗就圈，这两个圈就没了。喝点包面疙瘩汤就得先从美里的，就吃点黄菜。天冷就得喝热乎的。嗯。包面疙瘩汤咋吃吃不够啊？这特别大的，嗯，挺幸福的。有八个就没了，给盛一点。咱们仨争取全给包了啊！不包了，喝大半盆。那么我这个，咱们把买上。买了好几盆。这冷天喝点这玩意真好吃。挺好喝的，都点喝冒汗了。那你看那疙瘩做好。嗯，那流光。喝的好喝，真好喝。